大家好啊，今日是11月26号啊，星期四啊，收市。咁啊，恒生指数咧闷咗半日噶啦，美市 day high 啊，咁啊升101点左近啦吓。咁啊，不过咧都系维持咗喺26,500至到26,700附近呢啲水平，已经两三个礼拜啊。大家如果个个礼拜有睇我节目嘅话咧，都有知道啦吓。我讲呢句说话讲咗两三个礼拜。仍然無法突破悶局啊！聽日係期結啊，唔知究竟係撐到期結先肯跌啦，亦或係期結之後先肯升啦。咁啊，現時喺呢啲尷尬位分水嶺，建議大家都係輕倉上陣啦。咁不過都可以留意下一隻股份今日幾亮麗嘅，就係亞里健康241。我喺成個月前推介過噶啦，啊一路憧憬迎起啊，跟住出咗業績。業績嘅純利咧2.9亿，較盈起嘅2亿咧還要高啊，所以今日咧好有捧場啊，價量齊升啊，亦都突破咗較早之前兩個禮拜前嗰支大陰足21蚊重要位置，企穩21蚊買入睇24蚊嚇，咁啊止蝕位係19蚊嘅。